City Plus 明智投票为大马加分，主编点大选。欢迎回到主编点大选，我是佩玲，我是志峰。那么选战进入最后一天呢，马化腾总会长翁世杰昨天深夜就在他的这个脸书发表一段视频啊，他挑起了班丹中华小学的这个课题哈、啊嗯，那么他就认为是哎，这个魏家祥跟张胜文应该要出来给一个说法哈、啊。嗯，那魏家祥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呢，他就说呢，翁世杰，如果你有证据的话呢，你必须要出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看看魏家祥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的一些重点谈话。在2008年1月30日，前任教育部长大都市希沙姆林正式批准马华总会长丹西黄家定所提出的增建华小的要求，也在1月31号那一天正式移交6间全新华小、13间搬迁华小的准证。我在3月19号被敦阿布拉巴达维委任为这一个教育部副部长。在那个时候呢，2008年我就开始呢，党领导层交给我一封信，只有一封信，只写明6间全新华小搬迁13间，交给我说，家乡你去想办法落实这个新校的计划。我当时就跟着党的指示，6+13一个一个去找校地。结果呢，在我在任的时候呢，几乎要处理的校地呢，我可说我们也处理的算是相当完整。我今天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在2008年10月，马华当选，翁世杰当选了总会长。在那个时候，他一共呢领导马华呢，直到2010年3月28日为止。他担任部长，也在2008年正部长，2008年3月19日，一直到2010年6月4日，还是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接过这一个工作，我找地，第一间开始跟这一个雪州爱美乐华小的这一个发展商当时所成立的董事部，当时连董事部都没有，我成立了6个董事部，全面的投入怎么样去建校。这13间成立了建委会，如何把这些建校计划完成。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丹西翁世杰所指定的，就是丹西政府层的一个专业团队来负责这一个建委会的。我还召集了全国19间华小坐下来，针对图册如何开始解决土地的问题、建筑的问题。在2009年的时候，我为了当时副首相准备在3月10日在这个国会提成呢，这个第二经济配套，我们说 BRE2 Package from Sangan Economy 第二个经济配套，它第一个是在2008年11月4日在国会提成，当时给了5000万，只是维修华小。2009年，当我们要拿土地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需要到这一个，就是这些钱怎么样把这个学校建好。当时我还记得，我要求丹西翁世杰签了一封信，因为一般上写信给这个首相都是由翁世杰本身签名的，哪一个总会长都好，我们都给他签。那封信是我抄你的，是我写了95.9500万。而过后呢，我亲自也找当时的副首相，那么也在3月10号，我们得到了这9500万。当时我告诉这个现任的首相，当时的财长刚刚上去做财长，我说这9500万交给政府做，可能只能做到5间的华小。我说首相，你相信我，我可以把这19间都做好，还有剩余的钱，在2008年之前的任何承诺一做做完。所以呢，教后我们也统计了，总共足以应付28间的华，用这9500万。那以上呢就是魏家祥在记者会中的一些谈话内容，接下来我们就先暂时打住一下，下一段回来主编点大选继续带你关注其他的重点新闻。
City Plus 明智投票为大马加分，主编点大选。